大家好，我是若冠老师，接下来跟大家预报2月5号礼拜五个星座的运势哦。运气特别好的三个星座呢，第一个是天蝎座，哇，正财运非常旺的一天哦，贵人帮你带来好的财运。第二个呢是狮子座，财运打开了，不管你之前有什么财务方面的问题啊，都能够呢在今天开始能够恢复元气哦。第三个呢是牡羊座，你自己啊会去学一些东西，上一些课，自我学习能够更上层楼。特别要注意的两个星座呢，第一个是射手座，心情不是很好，但是你要自我转念一下，让自己保持正向，恢复乐观。第二个呢是处女座，有一些突发的状况啊，是你没有想到的，然后呢让你啊有一点点患得患失的感觉哈、自己调整一下。占星颜色及数字的部分呢，风象星座朋友是金色，数字是8；火象星座朋友呢是白色，数字是4；水象星座朋友呢是淡蓝色，数字是2；土象星座朋友是蓝绿色，数字是3。